没事，我给你拜年了。干嘛呀？我不怕折。不怕折？我不怕。你给人家压岁钱？对，我这个跟压岁钱没关系，我送你点祝福，行吗？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，最让我听着顺心的送给我，然后我开始给你发一个祝福语，给100。行。你看儿子闺女什么的，祝福爷爷奶奶，祝福你是吧？对，你给我找祝福。我也得祝福，我也祝福。嗯，祝我媳妇儿2024年啊，越来越漂亮，眼睛越来越大，皮肤越来越好啊，好吗？100，挣这钱容易，我看。你来。祝我媳妇儿2024年越来越健康，不生病，犹如金刚啊，金刚不坏之身，好吗？这个给200，好吧，这个啊。金刚。你看，我比孩子祝福的好吧？好好，来这个。祝我媳妇儿打麻将场赢啊，把把胡。这得给300。哎呀，这家伙，您给多了，我这人实在。再给赢，我打麻将场赢，把把地，这家伙。2024年，我祝你越来越瘦啊，减肥成功，行吗？瘦成一道闪电。多少钱了？这我得走。你这块。媳妇儿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居然敢嫌我胖！一分都没有。再见。那我重新说。机会只有一次。我怎么感觉我似乎得到了，又似乎失去了？